只是养鱼，我们的工作就是养鱼，而我们的最希望就是我们把鱼养大了，希望把鱼卖出去而已。对啊，现在因为政治的关系，加上政府跟大陆这边没有一个沟通的桥梁啊，导致现在大陆那边把我们经济封锁。对啊，害得大全这边的养殖户都在抱怨了。这次美国那个佩洛西来到台湾，我觉得对台湾一点帮助都没有，反而造成台湾有一些人民的经济上的损失。对啊，不知道过来干什么。